大家好，我是月食网编辑总监学良，我现在所在位置在机家 SH 2017的现场。那今年呢，机家推出了一支非常有趣的陀飞轮，这是 Geophysics， 就是地理学家系列的这个陀飞轮，世界时区 Universal Time。那当然，顾名思义，它当然除了陀飞轮之外呢，你可以看到在外圈呢，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世界时区的功能，所以它其实是结合两种不同功能的一个复杂功能腕表。那我先讲价钱，它价钱是490万，其实相当的合理。那这更厉害的，其实我等一下试戴就知道。其实呢，它的龙头呢可以分成两段，其中一段呢是拉到第一段的时候是可以调整它的小时，而在第二段的部分呢，它则是可以调校它的。我现在先把它的龙头先拉开。好，第二段的部分呢，则是可以调整它的分钟连小时针一起走。那当我在转分钟针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它的世界时区的圈在转，而且更惊人是，我转快一点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陀飞轮也在跟着地球一起转，所以事实上它整个中心的部分、机芯的部分，它是带着指针一起全部一起转的。这个是在你使用佩戴上呢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陀飞轮的表现。因为通常陀飞轮都只有在原地自转，但是它是不只是自转，它还是可以随着分钟的部分呢，一整天可以以一天为一个12个小时为单位，这个公转一圈，这个在技术表现上算是相当独特。那另外你可以在看到它的这个工艺上，在中间的这个地球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如果侧边看，你会发现，它其实是一个曲面，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平面，这也让这只表的那个视觉层次更加的丰富。而蓝色的海洋的部分呢，这是用所谓极客雕 Glowshare 呢作为一个基底，上面再上透明的蓝漆，所以非常的湛蓝清澈。那另外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的这个陀飞轮的部分呢，它是你注意看，它其实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正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采用了之前物理学家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它是用了工字型的摆轮，所以在如果你把它放慢动作到很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中间是一个工字型的一个造型，这也成就了这只陀飞轮相当不一样的特色。那当然还要再重复提醒，就是说它是一个世界时区，也就是说当你调校完之后呢，你可以很容易的这个设定，或是很容易相对的去阅读全世界24个时区的相对的时间，这在使用上也是相当方便的一只表。